是没有写出来的话，然后以后的超过这一张之外，你可能不用做了。我根本就是这样讲，他前后的，我跟你五分钟念出来。对，你说你如果不写，然后超过这个以后，你找，我跟你讲，他现在你不要认为他现在是准确的在做，不要认为。